Hello， 大家继续猜的微影嘅，而家就微影摩天楼第四个地区神奥地区嘅。好，第一个岩石，记得每日咧都不断掘化石，我精灵咧亦都不断咁变强啦。想起呢啲就系我自豪嘅岩石精灵们啦，冇错。好，变佢咧嚟咗，哇！佢一嚟落咗我钉，唔紧要，暂时呢只应该都 OK 嘅，打佢。好，提升速度，唔紧要啊。哇，大前不比，起身总之，因为大前不比就比较麻烦，保护先，隐藏石，大地力量，好，哇，唔中唔系啊，又嚟，点解咁啊？好 ，OK， 吸死，化石飞龙转一转先。化飞的话呢，化飞不如买咯。岩崩，岩崩，你会用网状啊？化石飞龙系咪黐线啊？仲喺第一弯用。呢只天使啊，大爆炸。呢只都系怕草噶啦，所以一下就搞掂。九啊九呢啊嘢，哦，下次咧去呢个神奥地区地下通路掘下化石。OK， 呢个好似系草系，因为我记得佢嗰只嘅草苗龟啊。我以为草系精灵嘅菜种，菜种。不过咧草系精灵好多弱点啊，但我话俾你听咧，凭呢一点咧就决定唔到胜负，咁都决定唔到胜负啊！只火虫，九粒菇。九粒菇又火爆喉啦，变反，总之呢个出，哇唔好啊，好，大火，音速拳，巨藤蔓，烧，都死埋，咁嘅话咧，解暴龙啊，急冻光线，杀。熱大龙都是用急冻光线，好，叶衣背照上，喂，好嘢，急冻埋 ，OK， 训练家唔理去到边度，我都要追求力量啦，因为咧，如果因为训练家责任咧而输咗咧，就对唔住精灵，好，死啦，呢个咩系咧？唔记得啦，真系，继续啦，放火花猴先啦。多指教啊！强大系咩咧？唔清楚。但系作为训练家咧，我会认真应战嘅，随时可以放马过嚟。阿里，哦，格斗系地震啦，近身拳击，啊，一下俾你打死添。火，怪力，海暴龙嘅暴风，火鸡。当暴风杀，杀，哎，冇啊，俾屈死咗。水劲，杀啦，之后就转叶片背，超力剑舞，叶刃斩，毒夫蛙。照用草蔗啦，唯有冇计。照用吸收拳，跳砸死佢。Yes， 艾露雷朵照上，哇唔中，大剂 X 烧伤好嘢，仲有机会。唔系咁啊嘛，连续两弯唔中，我搞掂。所以太强啦，强大咧唔系可以说明嘅嘢啊，唔知道咧可以努力去咩程度，但系咧同精灵咧就有努力嘅动力。好，呢、這个水系啊，冇记错嘅话，名咧叫做咩假面啊？精灵咧系由水之力锻炼出嚟，可以承受住所有嘅攻击啊，而又获得胜利。水啦、啊、真系，变佢，争啲玩完呢度，
哇，食草。保护。报恩。又出啲黐线技啦，开始。明明有嗰招嘅，嗰招叫乜鬼啊？系仲有食草喎。好，铁壁，铁壁，急冻。明明有用格技打我，但系佢都唔用。剑舞，催眠。啊，冇啊，好醒啦，系时候起身灭团喺度。剪，巨沼怪。哇，用错技。哇，冇。O K， 沼王都系草技啦。抗草果，自我再生。李如龙再上照上啊！呢度冇得拣啦。大火，唔一样嘅方式，唔一样嘅胜利啊！每个训练家都唔一样，而我咧唔理输定赢都系开心啊！我追求嘅就系不断精灵嘅对战。好。呢个系鬼系嘛 ？B boy， 我喺神道地区学咗好多嘢，仲学咗好多精灵孩子嘅知识，于是成为咗道馆训练家。所以你嚟挑战我，我会胜利嘅。呢个就系原支持道馆训练家。好，剑舞，哇，诅咒，下位，讲咩话要有走啦，一定打佢。紧鬼啊！紧鬼嘅话，二马大火，脱壳忍者大火，气声腰带，哦，夜黑魔人，哦，空平分，鬼盘再照上。OK， 搞掂。OK， 呢个真系唔记得啦。好，咁啊嚟到呢个角嘅唔知咩馆主啦。咁其实嗰两呢一条片咧系分两日拍摄嘅，因为咧我玩呢一个嘅神奥地区嘅馆主嗰阵时咧，发现喉咙就唔系好得，所以 cut 咗一 cut。咁而家拍嘅时候咧就系啱啱打完新闷嘅。好，咁而家嚟啦，我已经唔记得啦。同我仔飘太一样咧，我关系咧，我相信培养年轻人关系到精灵光明嘅未来啊！为咗咧，等我东干咧嚟成为年轻人必须跨越嘅壁垒，诶系咪壁垒？系壁垒。好，终于打翻呢个嘅漆黑啦。好，隐藏草斩啦，地震。其实玩翻 game 呢个嘅 GBA 都有好处有坏啦，系啦。咁坏咧就系玩翻旧嘅精灵啦，同埋一啲唔算话新嘅精灵啦。而 3DS 亦都好大问题，因为我成日都听到嗰啲杂音咧，非常辛苦，大家应该都听到嘅。所以系劲麻烦，如果要拍 3DS， 因为可能我部机咧有同嗰个嘢有干扰，所以搞到就会有啲电流声啊。我唔知嗰迟啲换之后会唔会好啲啦？火爆猴啊，人生唔得啦，自爆刺怪，打死佢啦，同我好。盔甲鸟，盔甲鸟，照用啊，照用恒生拳打剑舞，开剑舞盔甲鸟唔系嘛？咁奇怪。其他真系奇奇怪怪嘅啲嘢，千载百年嘅精灵啊！呢个唔记得啦。你系零赛嘅对手啊！好啊，我就等到强者。不过咧，我都系志在必得，好强啊！精灵打扮同埋恋爱都要全力以赴，我要等你见识到嘅。冰蟹唔系话咁大整蛊啊！咬佢，咬佢。好在佢唔系用冰咁奇怪，佢用冰我应该一早瓜咗柴。火爆猴，近距离好，冰鬼狐照用啦，成队冰啊就啱晒我啦。
冰衣贝，打佢啊！如果佢中暴呢个暴风术，我一定死。马骝拉，打佢，两波，暴雪王，点啊？大火，狂火果都谂住顶得顺。好啦，有啲尊敬你啊，感觉系被你嘅气势压到，但下次会攞出更强嘅气势嘅。而家天王未啊？应该未到啊。不过你个训练家咧一定好强劲啊！你谂翻起咧精灵对战乐趣嘅训练家，系咪雷系啊？呢个系电刺雷系。我如果冇记错系最后一个嚟嘅。全部咯，替身草，哇冇顶得住，但系佢快过我好似。反而我瞓都唔死，点解佢唔会用雷咁白痴啊？真系低低地喎。我发现佢出技嘅，啲管主雷电顶得顺啦 ，OK。气息腰带，电丝，我转机发，唉，佢用嗰招系唔俾我用重复技嗰招，所以死咗。杀雷超，杀自爆时怪，杀。非常好啊，死咗都唔紧要啦呢度。睇暴龙，冲浪啊！雷伊贝，正常啊！我唔信你醒冰啊呢度。雷伊贝，通常雷伊贝咧会整个醒觉之力咧系冰属性，就是、用嚟打飞行系，唔系飞行系龙系，系龙系。打龙系啊，或者系打草系啊，都有用嘅醒冰。哈哈哈！即系除惊心动魄嘅对峙，今日你咧同埋你嘅精灵咧会有啲咩表现咧？但我拭目以待啊！好，四天王啦嘛，好四天王啦，呢、這个睇个头发似系草系啊！四天王阿柳虫系啊，系虫系呢一个系。虫系精灵咧，我最中意嘅精灵啊，因为咧又靓又型啊！你咧，佢好似虫系精灵一样咁完美啊，不断挑战啊！接下来继续比试，大火啦，唔使谂啦。哇！气息腰带被人打落咗我专位头巾，唔紧要，打落咗冇所谓，打落咗仲好，烧嘅，居然加速，哇！死啊，争啲，其实我都加紧速，其实加速打死你啦，催眠术，好死咗，巨钳啦。去骑用岩崩，阿里多斯岩崩啦，继续气息腰带接力棒，核仔佢，哇冇啊，整咩好咧呢度？睇暴龙啊，冰，佢开始黐线喎，门宠先即刻保护，强力。火爆猴啊！炎反，阿里多斯，炎反，巨钳螳螂 ，Oh my god！ 龙星群，龙星群啦、啊，扣得唔系好多嘅，佢子弹拳翻嚟仲劲喎，我招龙佢啊，唔紧要啦，我应该都赢到嘅呢度。呢个招用近拳击应该死嘅。好，最尾你同埋强好嘅虫系居然输咗，系我大意，我要继续不断锻炼。好，呢、這个系咪超能力啊？照用火先啦。哎呀哎呀，真系咧，第一嚟可我就靠得住嘅训练啊，谷嘢啊，地面系我地面啊。好，咁婆婆我就睇下你点样发挥啦，谷嘢。细火应该都一半啊，冇一半住，因为抗火过。哇！居然滥炒呢度，草衣背，剑舞，草技，滚动啊！照上啦，滚动啊！哇！争啲死，咁佢加特攻啊，佢粒火神。真系奇怪到不得了，
地震。哇，又系大爆炸，两隻攬炒俾佢捉咗。呢只系水地，咁就死啦，冇草丛。水技得唔得？水技大，杀，争啲，攀木步，上啊！点啊？天蝎王用冰系好，阿启暴龙上啦。毒尿，毒尿得升，死啦佢！哇，了不起啊！精灵信任你啊，胜利同埋竭尽全力啊，输咗都系咧会微笑，真系了不起啊！精灵同埋训练家呢个嘅合力咧，先系咩啊？死啦，已经记得咗。启暴龙喺度，火系啊，呢个系。火焰精灵师姐奥巴大人咧，嚟做你嘅对手啊！另一次火焰嘅灵魂碰撞啦，对灵魂嚟讲咧，强弱都冇关系，只系在乎有冇燃烧啊！呢只嘢嘅主冲都可以话系烈焰猴啦。阿老家冲落大晴天，死咯！呢个达摩巨剑派啊，巨剑派嘅岩崩。不可以用水，因为水它现在是太晴天状态，怕呢抵呢怕呢吧，烈焰马怕呢，哇不够他快，火马好啦，地震杀风速，即是神速啦，马用居然不是神速，大火玩完，踩死你！诶，居然冇烈焰猴，哇系，对面嗰只嘢跟性啊，中毒或者烧伤状态，攻击力剩1.5，所以系劲高攻击力，但系佢冇办法喐啦，因为佢速度太低，火焰倍，我谂都要失败啊，真系劲啊！你同你嘅精灵都咁强大啊，燃烧殆尽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是第四个，还有一个冠军，看个款似毒系喎，火马猴先咁。哦，你咧正好啱啱睇完本书啊，四天王五重啊，使用超能力嘅，说明你咧相当嘅实力啊，超能男人嚟嘅，居然压我 ，B B 杯，接力棒，剑舞，精神冲击，哇，痛到咧！痛到黐咗线，大火，奇轮奇，自身控制啊，铁壁，咪撞我都唔紧要，咬碎，继续啊，再咬我多下你又玩完，唔用啦，唔咬我啦，我负敌。呼敌照上都 OK 啩，我谂。鼓掌，哇！鼓掌啦，你咪精神干扰，起身中先，好嘅，好护。哇！气合弹，其他佢一早唔用气合弹，走去用咩能量球，真系死蠢嚟。暴风啊！居然唔中，两下唔中，练马细火，吸本丑啊！战力棒，继续用火技打佢，抗火火。呢一下，我仲谂住讲呢一下佢会死，估唔到系我死。水技，艾露雷朵。呢只先啦，杀啦，靓波赢啦，吸本小手都唔会快过我啦呢度。果然系咁啊，名不虚传啊，咁样你就可以赢晒啦，挑战巨更强大嘅冠军，边个冠军嚟个？哦，希罗娜，启暴龙唔出得啦，因为佢有只嘅地龙喺度，见过先啦，我记得佢好似都有只见过。对手如果是训练家咧，通过对战就可以了解嗰个性特性，系嘛？等呢个咩嘅精灵咧，学识咩嘅技能咧，带咩嘅道具咧，冇错，只怕我哋嘅时间咧唔需要言语嘅，
希龙啦，恩尼已经系地龙啦，我都估到嘅。起身种子，我剑舞，你以为我会俾你？以为我会俾你咁样打死我咩？忍得住啊！我真系痛到癫啊！呢只打我，吸晒啲血啦，唔使谂。加咗咁多咁多防御都打到我咁。好 ，yes， bye， 剑舞啦，波克基斯，巨剑派嘅火爆豪啊，唔系巨剑派嘅岩崩啊，火爆，啊咁都唔死，咁啊炼马，大火，冰衣贝照用啦，鬼盆栽。睇布啊！龙星群，龙星群，靓波，杀到打到咁多都几劲。好，杀埋卢卡利奥二马，烧死啊！假面长眉，打完了，拜。咁都唔死，用道具居然劈死佢。哎呀，咁精彩嘅比赛都有落幕嘅时刻啦！精彩嘅战斗啊，为咗精灵加油，引导佢哋咧使出最强嘅力量，用冷静嘅判断咧获取华丽嘅胜利。玩完了，已经完成成个地区嘅挑战赛，成灰。好，咁啊，今集完啦，去到呢度先啦。下集打合众地区黑白一嘅馆主，好。咁你下集翻嚟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